欢迎收睇 Angel 手语世界。我是 Angel 啊。上集我教了你们四个星座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呢？今集我再教大家另外四个星座啦。獅子座，獅子座，處女座，處女座，天秤座，天秤座，天蝎座，天蝎座。獅子座善良獨立，愛面子，處女座追求完美，做事細心，天秤座平易近人，不喜歡跟人爭執，天蝎座爱恨分明，重视感情。喂，嗨，星座咧，小王子同我讲咧，今日个狮子座咧运势唔好啊。你唔系金牛座嘅咩？唔系，系我男朋友啊，佢咧系狮子座噶。哦，你放心啦，狮子座好乐观噶。但系我都好少少似处女座啊，佢做事咧要好十全十美噶。同你一样咁完美啊？啊，你唔好乱讲嘢，你又唔系天秤座，你把嘴咁甜咁叻嘅。哈哈，唔使担心啦，星座都系用嚟参考嘅啫。算啦算啦，但我遇到咧，我自己都好幸运噶啦。呢两集我已经教咗八个星座。还未教到你那个星座，那你就要密切留意下一集了。我们下集 Angel 手语世界再见啦，拜拜。